小伙伴们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成为太空人。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小伙伴们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写在评论区，我会从评论区中抓一位有意思的梦想，帮助这个小伙伴盘一个300迷你币以内的皮肤或一个月享卡。小伙伴们，今天我又和学姐从评论区中抓了一位小粉粉，这个小伙伴他说自己想要一个月无双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 One hour later， 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已经把迷你币变成了200个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这个小伙伴盘月无双了。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梦想，我也很想看看你们的梦想是什么。现在已经盘好了，我们在他的个人资料栏已经可以看到了。也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对我的一路陪伴与支持，对大家说句谢谢谢谢谢谢。小伙伴们，请说出你的梦想在评论区哦，我们下期见。